早安，今天我们要从大阪南坡到东京，那现在要先去吃早餐。我们看一下早餐有什么好吃的。白饭，然后这边是热粥、味噌汤，还有玉米汤。来看一下大家拿的早餐。这个是女朋友的，这是 JD 的，这个是 Lin， 这个是我的，完全没有我们拿生菜沙拉。我们先来祭物。刚刚在梅田站，我们先寄放行李，然后现在要去厅内本。大家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是倾斜列车，有点倾斜了。这里看起来很悠闲。嗯，这边很悠闲。嗯啊。我们现在在基岛。这里感觉非常悠闲，然后现在要前往基岛神社。刚刚那一边有一个很大十字路口，那他画了很多斜线，就是你只要一绿灯都可以，每边都可以走，超级方便的。我们到了基岛神社。全部都是贝壳哎。我也想要果 N。为什么要用五块来投赛前香？五块就是果 N， 它的发音就是果 N， 就是有缘，你跟神明有缘，结缘这样子。我们刚刚在这边有三风车哦，那就是可以祝福你一整年的幸运。这有点类似台湾的犯太岁的那种感觉。嗯，然后反正就是有你的年纪，你是哪一年生的，嗯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今年在，前半段还是一整个还是后面会后半年会比较不好。嗯，然后反正我们里面有中。好，那就来这边参拜就是好事。对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是干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两边都是，它这是一张，它是那个方志林那个油墨转印的那个。哦，
它这个做的很认真。嗯，设计感真的很好。基岛神社的租印跟算是特别版。这个是这个月的，这个是一般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月的。对，还有一张忘记是什么，比较特别的。嗯，这边有好几个小的神社，然后这个应该感觉有点像道贺神社，因为它旁边是两只狐狸神。我们刚刚有参拜一下这个道贺神社，那它是从福县道贺过来的，然后是关于健康有关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祈求一下身体健康什么的，可以来参拜一下。那这边在我身后这个是跟良缘缘分有关的这个神社，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去参拜一下。麝香葡萄，茶对，你怎么知道茶捏哪洗？没有籽的，有香香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茶捏哪是我叫香味？看起来很好吃。感觉很蓬松软软的，赶快买！来了啦！为什么？吃啊！这个好好的外面好不好吃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秋季限定的那个 Kino 的那个冰淇淋，它里面是换成那个地瓜口味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也很像我小时候吃的笑眯眯炒面。可是不太确定。有点想买这个 Teddy 推荐的超好吃的香肠，超好吃。哎、欸，他们在维也纳那个东京饭店没有微波炉吗？有微波炉的话就可以。Spy Family 联名的日清炒面，对啊，我觉得超可爱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豆皮乌龙面，这点外是还有甜不辣寿吧，三种联名商品。对啊，我很喜欢吃。对对对，这个也不错。我觉得我妈很喜欢这个，然后它是可以加热来吃，也可以直接吃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是有烤过的香味的口味，这样子，它们颜色不一样。那这个是两袋装，这个是三袋装，各买一包好了。在这个基岛站旁边，其实就有我们刚刚逛的超市，像店小小的，看起来好像很小，可里面超深的。然后它是叫我这家。大家可以来逛哦。要开门了。OK。要记得乖。我刚刚说，我把手上消毒。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是史上最粗的哎、欸。好可爱哦！哦真的，我也是瘦。好厉害！我们现在车站里面吃 KD 买的期间限定的地瓜冰哦，它那个冰不是硬的，就是咬下去就直接软掉，然后芋头味道超香的，非常好吃。如果有在这个季节的话有来的话，可以买一下。买一个小盒的，还小盒的哈，这是巧克力，这应该里面是那个面包脆的饼干吧？哦，外面裹抹茶，没抹茶，好，
现在有卖冰淇淋，我们来这边买便当带到车上吃。有酒吗？到东京了，感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气氛。我们抵达东京现在是3点，下午3点。那刚刚坐新干线，他还会广播说现在经过这富士山，但因为我不是坐床边的，就请这 Teddy 帮我拍一下，还真的蛮好看的。我们之前来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平交道过去，然后这边的大楼现在在重盖，好夸张，好夸张，全部在重盖。哦，要不然就走那里，穿过去切西瓜。去年我们来住5天，然后明治屋都没有开，现在终于看到了，真的看起来蛮时尚的。对面这栋就是我们这次要住的雷姆饭店。这边有一个餐厅，然后这边就是 check in 的地方。那趁他们在 check in， 我来介绍一下上次没有讲到的。他所有的备品都是在这边拿，就有梳子，刮胡刀，那这个也是梳子，茶包，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可以拿。那这个应该是现在万圣节的摆饰，然后如果 check out 的话是自助的，就是用柜台旁边这3台黑色机器就可以。嗯，好，我来拍。我又忘了，哎，他说我们没有订到早餐，他说我北京就有。是我们。好。又回到，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个走廊了。嗯、我们几号？8:04。那我应该是往前。哎，这个好像没了呗。802号房。哎，跟上次不一样哎。是吧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。跟上次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是床，床的颜色也不一样。房间变小了。对，房间变小，然后有一个长沙发跟按摩椅。欸，可是我觉得是变大欸。我觉得是变大欸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椅桌子，那这是电视机。我是觉得变大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浴室。跟厕所的部分。这张画是不是一样的？好像是一样的。顺便探索一下，这边哦，笔，哎，笔跟这什么？它有附一个充电器，有 iPhone 的什么都有。然后下面这边啊、哦，保险箱，那这个应该是小冰箱。对，来吧，我们刚刚买的土耳苹果，在刚刚在超市买的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只要300多，不用400。300多块的台币，麝香葡萄。
放上面好了，好像放不太进去。你的苹果这么小吗？你的苹果可能要竖起来放。然后这边，就是有杯子，杯子这样子。那下面就是热水壶，这样子。外面看出去是这样子。然后在一楼这边有一台贩卖机，里面有卖他们的备品，在房间可以用到备品，蛮好洗的哦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买了带回去。然后底下有一些相关的，又有卖雨伞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在一楼等 Teddy 跟 Lin， 那我们现在要去 Team Lab， 蛮期待的哦。去过台湾的，但听说日本的是最正宗最大的。我们来坐银座线，它就在饭店这边出来就到了。以前的灯，这里好漂亮，看到一个好时尚的时钟哦。看到了 Team Lab 的广告，现在在丰州转到新丰州。我们来到了新丰州站，新丰州站的 Team Lab， 好大哦！哦，好，我们有预约4:30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排队了。我们现在在等入场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水的区域，然后你要脱袜子，然后因为这个秀不管要卷发，不然会淋湿。这边是日文，但是侧面的地方有中文。全身でアート作品を体験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这边就可以寄物，那我们就把袜子跟鞋子都脱掉。都搞定了，那我们现在先去水的区域，这边是可以换衣服的。那边风好冷，好有点冷。我们现在穿短袖。哇，开始水世界。哇，那个瀑布是要去修炼的吗？可以进去啊。你是去啊，我领他。我不要。你过去修炼。哦，洗脚的啦。对，这是洗脚的，然后这边有毛巾。可以拿来擦干你的脚脚，用过的就丢这吧。这边又往下坡，然后地板是毛茸茸的感觉。哇，刚刚这边是这样子，很像免费的感觉。现实空间，你们打开我来录。
闪光的鱼，有，我刚好拍到，很厉害，哎呦嘞！这个墙壁是毛茸茸哦，气球。
现在整个人在转。对啊，刚刚那里好刺哦。晚上露营应该也不错。今天的票已经售完喽。Team Lab 结束了，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来看过的人可以来看一下。那它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你穿裙子，因为它有些地方是镜子，你穿裙子可能会反射，所以它有可以借短裤。然后有一个区域是会水淹起来，在水里面，然后会到膝盖以下的高度，所以如果你长那个脚不够长，可以跟他借短裤，不然裤子会淋湿。它一共有这个水世界跟花的世界，水那一区就有什么有水啦，有气球啦什么的，那花的世界就比较可惜，有点短，真的是蛮短的时间就被清场。对，所以如果那个花的世界真的，如果你们进去要拍照、要录影什么的，要真的动作要很快，要把握时间。对，要赶快去卡位，要不然，对你后面很有可能就是以人为背景，然后对跟一堆人合照。海贼草帽专卖店。在涩谷发现 QB House 剪头发有 Premier 高级的 QB， 好像是二楼。然后一上来就看到 GoPro， 对，这个电梯一上来就可以看到他们了。还有一些这个展示品，你可以拿起来试试看感觉。那这边上来就有一整排的说可以拍 Vlog 的机器，然后有排名一二三，然后也有大萤幕，可以让你看一下它的画质。第一名是这个最轻便的这一台，然后第二名是这一台，这一台在 demo， 哎，它对焦速度很快。高明的，嗯，你看很清楚哎。对啊。我们买这个电池，这个位税是10000日元，然后买一台 GoPro 12，位税是62855日元，然后拿这个卡去问有没有库存。我们再买一个背包夹，它位税是3500，那这边是 GoPro 的配件。有家具啦，还有电池啊什么的，手把也都有。然后最底下就是 SD 卡，这样子 SD 卡。
我们就买这三个，然后去看有没有库存。这个是 Facebook 出的 Meta 出的 VR 二代，哎，三代了，对。然后就是更轻的头盔，然后更小的机器，然后它的手柄也变比较精巧。这个现在只要台币300左右。我们的晚餐，月岛烧。排队。来。奶油炒蛋，它这底下是焦的。好啊，我喝绿茶了。泡菜猪肉文字烧，この梅酒飲み方どうしますか？水割り、水割り、はい。我就在下面呢，那颜色有差。炒面。包好了。快点炒完。两个市场应该会改变。炒面，它是胡麻油的味道，主要是这个味道，然后蛮中华的，是中华炒面，不像那种大阪的酱料很浓厚的那种。行李箱。我们点的是起司明太子文章那个大阪烧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像变态吗？欢迎收听，这个怪怪的人。但我觉得这个很可爱。要等五分钟。哦，还要再等五分钟。これソース、マヨネーズ、カツオ節、青のりは全部 OK。OK。来，表演。对。抱歉，我拉错了。而且我们到这个时间还在吃。其实应该要另的角度拍比较好看，因为我这边会有他的手。哎，看起来不错啊，看起来不错，帮忙分盘哦。来另，哎，看起来那个坎西很好吃，赞哦，第一视角，二分之一人称，就是有手在前面，然后蛮近的，但不是我的手。特写，来来，特写到我的盘子里，赶快放进来。我刚才其实在特写我的盘子，等他放进。但他气势很多哎、欸！天哪，我们要变猪了！有啦，我帮你拍完全程。三 ，Can say this？ 在加热吗？等一下我要说，我觉得很好吃。
那我买一个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梅子昆布。哦。我跟你介绍，我上次来，每天晚上我一定要吃一个梅子昆布饭团，超好吃。我买这个好了，虽然明天早上不一定吃得下。我是明天早上。因为太早了，另的早餐选择。当然。好，那我选这个好了。梅子比较容易。对。哎，烧低糖的，好生气。烧鸡的优格，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写？不是说我问你啊，这有糖的吗？我刚刚没有写。它蓝的跟咖啡色的差别是什么？这个是米乳不加砂糖。那这种应该是有加砂糖。sweet， non-sweet。哦。然后这个是清爽的牛奶，但我觉得不加砂糖。不加砂糖。那这个是有加糖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清爽，有两个。那我喝一个这个好了。